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蝎子功的威名？蝎子功是腿功的一种，当年的电影《蝎子战士》也是红极一时。在广西有这样一个小伙，就是痴迷于蝎子功，但是想要练武就要吃常人不能吃的苦。小伙也是很有毅力，花费了15年的时间来锻炼蝎子功，甚至已经到了忘我的地步。练习蝎子功，首先就是要有着出色的臂力。小伙为了锻炼，每天就是抱着大石头训练，训练至今已经是能够轻松倒立，随时随地施展蝎子功了。小伙子为了练功，这次在逛街的时候就模仿蝎子走路，只见小伙两条腿如同蝎尾一般横在身后，腾挪起来显得格外威风，而这些只是靠着一双手来支撑，实在是有够困难。小伙经常是练完功夫就累得面红耳赤，看来这功夫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啊。此时网友却说，这功夫看起来没多少战斗力，小伙15年功夫白费了，当初进厂打工现在都当主管了，